啊，真的超可爱的。嗯，看来今天的两个盒子我开的不冤啊，你们都是非常可爱的小马。嗯，以后呢，趣哥还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这种可爱的惊喜盒和趣蛋。小朋友们喜欢这样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击订阅按钮哦。下期趣哥还会继续分享更多有趣好玩的玩具的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